熟悉，好像是王小少爷。啊，我跟你说，我们这片区域可都是王氏企业的呢，好帅啊！这里重新翻新一下，康康喜欢花朵，满地铺上五颜六色的花种啊。喜欢花，就去彩虹谷区域啊。你有种再说一遍。你不知道吴王两家势不两立啊？啊，赶紧去啊！少爷，康康小姐出了王小闹了。康康，我喜欢你，我想一直和你在一起。时光会走，我不走。王翔，你算什么男人？康康是我的。你要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，你把咱们家的脸都丢光了。从今天起，你就在这酒窖好好的学习经营，反省反省自己。锁门。是。妈。妈。喜欢的女孩告白有什么错？为什么要把我关起来？现在所有的新闻网络上都是咱们家和他们吴家的丑闻。你在这儿给我好好面壁思过，什么时候想明白了再出来。出去。是。放我出去！开门！开门！100万现金，来到因特拉根湖畔走廊，不许声张。你的儿子在我的手上，想看他最后一眼吗？那就来彩虹谷吧。管家，快去看一看少爷在不在。谁拉了他？
我们这边缺一颗灯是王世杰的。事发突然，我必须去到你那边。你也收到恐吓信息了？难道你？没错，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干的。吴总，是衣服上带有眼睛 logo 的人放走了少爷。他们一定还没走远，找到他们立刻通报。是，一定要给我找到少爷。 开门。你也收到短信了？你赶紧回去吧，没你事儿。 康康喜欢的是我，你少自作多情。怎么可能？想挨打了是不是？你除了会打架还会什么？你的公主在因特拉根别墅地下室，带着钱过来。 两个大男人，别动手动脚的。你怎么不走了？你走你的，你别管我。胆小鬼！你再说一次。夜盲症。在找到康康之前，我们共手同。 行，我们把康康救出来以后，公平竞争。哎，我告诉你，少跟我在背后玩手段，听到了没有？你们还真跳入爱情的陷阱了？谁？你这个白痴，现在好了吧？被骗了吧？你跑到哪儿去了？要不是你这个白痴带路，我怎么可能会绑在这儿？你怎么跟个怨妇似的？ 现在当务之急不是应该想办法逃出去吗？怎么逃出去？你教我呀！你这感人的智商和欠费的情商，谁嫁给你谁真是瞎了。说谁呢？你瞎，你全家都是瞎。别挣扎了，行不行？啊！你有本事谢主啊！把贼松开以后，给我解开。啊， 哎呀妈呀！你真的谢主了？他先拿走了钱，明显不是为了撕票。至于谢谷，有钱人家的孩子，不学两招怎么活？别说废话了，赶紧给我解开。那算你欠我个人情了。这样吧，便宜是吧？好啊，拜拜。回来，就当我欠你一个人情吧。 除了离开康康，什么条件都可以。说话算话啊！赶紧的。哇，太好了！我们尽快跟康康联系才行啊。去花海看一下。走。 你让我们要不要报警？不行，如果被媒体知道了，会对我们吴氏集团不利的。可是他是您的儿子，我当然知道。咱们得想办法把脏水泼给他们王家，因为我儿子是在他们地盘不见的。我们既然来了，要不然……动手！是是。 大家一起去，把这片花海给我回来！你们要干什么呀？趁火打劫，落井下石，找不着人就毁了我的花海。
这就是你的风格，是吗？我告诉你，如果找不到我儿子，别说你的花海，就是太平洋，我也给他填平了。你简直就是个泼妇，母夜叉！你以为你自己不是丧家犬吗？夫人，看来你没听清楚，你们家少爷不在我们这儿。你在跟谁说话？你跟谁说话呢？把我少爷交出来！少爷在先呢，让谁呢？少爷！行，儿子，儿子，你怎么样了？快叫人送医院！快快快，送医院！走，快快送医院！别怕，我带你回家。我叫王晓，你呢？我叫吴昊，来，跟我走。你今年几岁啊？我今年九岁了。耶！我们分手吧，你放荡不羁的样子让我不安。听我说。你怎么还有兄弟吧？你说的，做一辈子的好兄弟，必须的。还好吧？哎，车！车祸的事情，双方闹得不可开交，吴王两家从此势不两立。彩虹谷和因特拉根之间的通道被封闭，禁止双方通行。快走了，回去了。